对一位指挥家来讲，只要音乐响起，台上有人歌唱，台下有人倾听，我就没理由停低落来。如果我偷懒，观众是一定知道。无论你现在过着是什么生活，无论你的艺术天分有多高有多低，音乐包容一切。即使面对各种困难，即使生活不是好像我们预期那样，我发现音乐原来可以改变一切。无论去到世界边度都好， Find your voice。 望着你的正前方，不需要你快，但是要齐心。我希望你做到，亦都必须要做到。来到今日，我更加明白指挥的真正含义。它不是一场表演，不是一个奖杯，它是一种生活的回音，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方向。请你们同我一起高歌，歌声会给你答案的。我们是什么？以己为核心的。开始。人生总有欢喜，但是一生交关。